国民党换柱的传言是盛嚣尘上，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晚间再度用脸书来抒发心情，他批评有意换柱的党内同志，如果启动了换柱行动，无论最后结果如何，伤害最大的将会是国民党跟所有党内的参选人。洪秀柱与钥匙跟锁头的故事描述两者唇齿相依，若不能和平相处，将会遭遇被主人丢弃的命运。还提到自己是依照党内规章成为总统候选人，也能理解党内对选情的忧心。他表示呢，自己既然接了重任，就会勇敢扛下去，无法用虚假的理由来选择退选。文字间显示参选到底的决心。